一二三，三二一，啊啊！哎呀，你醒了呢，小家伙，有阵子没见到你了，在你旅行的时候，可曾想起过我吗？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 2.5 版本播音初战时的前瞻特别节目现场，我是甘雨的配音演员以及节目的主持人林素。好耶，大家好，我是男旅行者，新一年超想多说台词空的配音演员录音。哎呀，新的一年我们的茶会依旧承担着给大家带来版本情报的重任，好在新年的第一期特别节目我们就请到了两位重量级嘉宾来捧场，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第一位嘉宾，八重神子的配音演员杜明鸭做客我们的节目。Hello， 晚上好。晚上好。今天和杜老师一起来的呢，还有八重神子相识多年的老友，雷电将军的配音演员菊花花。来来来，哎，先不要吃好吧？快跟大家打个招呼。很有现场感。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菊花花。啊。非常感谢素素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吃的，茶会真是太开心了，下次还要来啊。对了，还有邀请我们过来的工作人员们，大家新年好。那么新年的第一个版本呢，又会有什么样的内容等待着大家去体验呢？一起来看看版本 PV 吧。由于三番被传回来的联络里提到说，无法驱散的黑暗盘踞整个渊下宫，同时还出现了没有见过的怪物。没有见过的怪物和无法驱散的黑暗，你们是来帮忙解决问题的吗？你居然会和他们联手，该说意外呢还是说毫不意外呢？现在的渊下宫十分危险，如果还有机会，这座高塔似乎能听到我的愿望。大人御宇内部出现了翻涌的黑暗，也不要靠近啊。现在难道你们还有的选吗？圣告白尘，镇魂之友，位位神威，诚惶诚恐。怎么了，小家伙？看你有点紧张啊。
TV， 不知道哪些内容给大家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呢？那接下来还是由我们给大家更详细的介绍一下吧。首先呢，新角色想必大家都已经看到了，等八重终于要翻篇了。在 2.5 版本的前半段，角色活动祈愿华子英飞将会开启，等八重的旅行者们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啦，那不就是我吗？在 2.5 版本的后半段中，项目组呢也结合新版本中即将更新的剧情与活动，推出了雷电将军与珊瑚宫星海两位角色的复刻。此外，新的五星法器神乐之真意也会出现在新版本的武器活动祈愿中，这也是一把从外形上看起来就非常特别的武器啊，感兴趣的旅行者们可以留意一下后续公告哦。那么我们就先从大家可能都比较关注的新角色八重神子开始讲起吧。月光如此清亮，不做些什么真是浪费。随我一同去月下漫步吧，不许拒绝。啊，这样的要求怎么会有人拒绝嘛？这可是兼具智慧与美貌的八重神子大人发来的邀请。哎，可不要太过于得意哦。八重神子的想法可不是那么容易揣测的，也许他上一秒还在跟你谈笑风生，转个身的功夫就装作什么都不记得了。这不是更好吗？这才是狐狸小姐的独特魅力呀！没错没错，看她那坏坏的小眼神，琢磨不透的性格，一两句话就可以让我心神不宁。哎，你怎么抢我台词了？好怪的是，好喜欢，看不出来你还挺会说的嘛。这就是菊花花吗？嗯。那看着他的眼神，还有他说话的那种语调，就总感觉似乎有一种想要调戏旅行者的感觉。那应该是因为旅行者独特的经历起了神子的好奇心吧？什么？那可不是吗？换句话说，是不是就是他对我有意思？对。他其实还是比较喜欢那些轻小说嘛，喜欢在上面就是记录的那些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那个才是他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就是。欣赏人类在命运的舞台上展现出来的喜怒哀乐，所以这个会给神子带来无穷的乐趣啊。所以说神子就是通过读轻小说去体验那种各式各样的人生，这种感觉吗？很接地气。那他会不会除了读小说以外就还有其他的方法去体验人生呢？比方说就是变个法术，然后把自己变成什么，混入人际之中，做些什么。哎，在我的印象里面，之前大家见到的更多的都是神子俏皮的一面。对，然后甚至是有可能有一点那种亦正亦邪的感觉。没错，即便是在危急关头还不忘记要调侃主角两句，对吧？哎，我觉得哎，何止是主角，就是到处调侃。但是呢，作为正儿八经的雷神眷属，他其实还是承担了很多重要的职责的。就是在大多数时候，他都是游刃有余，偶尔也会展现出比较威严的一面。虽然我很想看，但是我觉得现场的各位兄弟们肯定也更想看，杜老师不来表演一下吗？会还是你会哦？小家伙。你还真是容易太得意忘形了，下次再来名神大社可是会有小惊喜等着你的哦。啊，好了，虽然感觉好像不是什么好的小惊喜，但是我很期待。你好奇怪哦。太奇怪了。好了，那接下来呢又到了实战讲解环节了，那就让杜老师来给我们讲讲课吧。哇，太好了，搬来小板凳。好的。从整体上来看呢，八重神子是一位兼具后台持续伤害与爆发伤害的雷元素输出型的角色。当大家在使用神子进行战斗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在他的身边常会出现外形似狐狸的枝条，这株可以在周围降下落雷的杀声音也代表了神子独特的战斗机制。当神子使用元素战技野干异咒杀声音时，会迅速移动，同时留下一株杀声音。而当神子自己释放元素爆发大秘法天狐显真之时，则会解放附近的杀声音，摧毁他们的行姿，化作天狐停雷降下。故有天赋神离之御音会使神子在使用元素爆发时
每摧毁一株杀生樱，就会重置一次元素战绩的冷却时间。解锁天赋气折之祝词后，八重神子的元素精通数值还将提高杀生樱造成的伤害。此外，神子的天赋野狐说禅可以使他在合成角色天赋素材时，有一定概率额外产生一份地区相同的其他随机天赋素材，等阶与合成所消耗的素材相同。哇，不愧是鼎鼎有名的大巫女，放个技能这么优雅和写意呢。确实，尤其是她在那个樱花树下的身姿，真的是就是完美融入了风景。没错没错，我能 get 到，不愧是山高狐狸野，八重是我姐。什么姐？你在说什么？不好意思，虽然花很美，但是人更美。为什么要这样攀关系呢？八重是我女朋友。这不押韵啊。不过当神子开大的时候，看到那个凌厉的眼神哦，就真的感受到了大妖怪的威压感。哎，对对对，而且那个我才发现神子在战斗的时候是真的会露出狐狸的尾巴。哎哎，你怎么就在意到这个点呢？因为很可爱。据说看过公司大人露出尾巴的家伙可是全都连灰都不剩了。所以再跟我念，八重大人是没有尾巴的。八重大人是没有尾巴的。你干什么？那么害怕。八重神子呢，还是隐藏着不少的小秘密的。如果不想轻易的激怒神子的话呢，体验传说任务可是一个了解他的好办法啦。本次 2.5 版本将会更新雷电将军的传说任务《天下人之章》第二幕与八重神子的传说任务《仙狐之章》，两个人呢都将会在剧情中再次回归。哇哦，不错不错。两个传说任务据说都和到期的历史有着关联，尤其是雷电将军的剧情紧扣着之前到期的魔神任务呢。之前其实就听到一些玩家朋友说，在体验了到期的相关剧情之后，仍然还有很多想要探究的内容。比如曾发生在到期过去的历史啊，以及那个雷电将军的决定与到期未来的发展什么什么的。对对对对对，我也很好奇，就之前通过一些魔神任务还有一些武器或者是圣遗物的描述之类的东西嘛，就初步会了解一些到期的历史还有一些人物，但是同时又产生了更多的疑问，就更想去了解它最深层的东西，迫切的希望得到一些更多的粮食。哎呀，莫急莫急，其实呢有关到期和雷电将军的剧情啊还远远没有结束。这次更新的雷电将军的传说任务或许就能帮助大家对到期的过去与现在啊，当然还有未来有一个更加完善的了解。你就是到期说书人吧。哎呀，我想担任这个工作。好。那么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在完成雷电将军的传说任务第二幕之后呢，大家就可以解锁八重神子的传说任务仙狐之章，一个流传于道七大街小巷的新都市怪谈，引发了一段旅行者与八重神子的奇遇。预知后事如何，还请大家亲自来游戏当中瞧一瞧。哇，好期待哦。仙狐小姐和都市怪谈，一听就很有妖怪的感觉啊。对对对，我好喜欢的题材。然后那这两个传说任务可不可以现在现场让我先体验一下？不行，那快点更新啊，等不及了。在2月16日的2.5版本更新之后，两个人的传说任务大家就都可以来体验了。我们是不会允许，对吧？我们的录音同学先体验的，不过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要先完成雷电将军的传说任务第二幕，才能解锁八重神子的传说任务哦。别忘记了，要先完成雷电将军。当然是两个全都要啊。此外呢，在雷电将军的传说任务过程当中，还会出现一个异常强大的敌人。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这是，我现在就想知道这个帅气的敌人是谁啊？好像跟我们最开始在 PV 里看到那个两个雷电将军对峙那一幕有点关系吧？对啊，不仅外形美丽，招式也很酷炫，对对对，除了就是那个发型和衣服不一样，身边还多了很多的器物啊，感觉站在上面特别有威严。
对对对，有那种压迫感，对，而且还有那个超长的40米大长刀，看着就有点害怕，让我想起了当初就是在那个魔神任务里面，天守阁前面那一刀，其实那个就已经很震撼到我了，这个也感觉比那个还厉害。对对对，望而生畏。哈哈，让我试试刀吧，给我倒下。串了串了。至于这个敌人的真名，就请大家自己去体验一下传说任务，然后自己揭晓吧。嗯，除此之外，另一个全新的怪物暗色空壳也要来喽。怪物看起来好酷啊，但是感觉跟之前都不太一样。对对对对，我有这种感觉。暗色空壳呢，目前一共有三种类型：近卫、骑手和破阵。除了所使用的武器和元素力各不相同，每个人呢还都肩负不同的特性。比如这个骑手啊，他的攻击在命中处于护盾庇佑下的角色的时候，会为自己与身边的暗色空壳都创造出护盾。什么？就算我自己没有盾，我也不能让他有盾。直接上。好吧好吧，前面介绍的信息量有点大，那我们先休息休息，也让屏幕前的玩家朋友们喘口气，先把给大家准备的第二组兑换码放上来吧。好耶，上上上。到了新版本活动的介绍时间了，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版本活动三界录想记和以前的版本活动呢有些不一样，是一个以探索地图为主要导向的活动，旅行者将会面临黑暗的侵蚀，而探索的玩法呢也变得不太一样，探索过程当中大家将会获得一个辅助探索的小道具木梳之匣，这个道具啊可以帮助我们抵御侵蚀，对抗黑暗，在开启宝箱解锁锚点完成探索目标后获得的光界之印，可在地图中的雕像处用于供奉，提升木梳之匣的等级，不仅能够增加抗侵蚀的强度，更可获得多种有助于探索的能力，比如达到一定等级后使用木梳之匣，小地图上面就会标记出旅行者附近在的宝箱。哦，这个好。需要注意的是，黑暗侵蚀的状态会累积，而木梳之匣的能量呢也会持续消耗，一旦能量清零，大家就会发现无法击败地图中的特定怪物了。在雕像处选择休憩恢复后，即可以将侵蚀指数清零，同时使木梳之匣的能量恢复至最大值。
在探索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别的小窍门，比如藏匿在华丽的宝箱中的光界之核，听起来就很厉害，可以用于激活木书秘法，帮助旅行者更好的探索与战斗。当然了，我们这里呢也就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这一次探索活动的一些基本玩法。探索的乐趣呢还是要自己亲身去跑图，那个时候啊才可以去收获更多的。这次渊下宫的探索活动也会给旅行者提供原石、武器突破材料等等的多种奖励啊，其中还包括一把新的四星法器正式之明瞳，以及它的精炼材料明目之油膏。哇，这武器好漂亮啊，究竟应该给谁用呢？抢起来了。而且这次活动好像是第一次把探索地图做成了活动这样的形式，虽然是相同的地图，但是就看上去还有听起来这个描述应该还是体验不是完全一样，或者说不太一样了。确实，除了探索活动，新版本当中还将有一个自由度很高的新活动哦，叫做神宫天巧。这个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发挥大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一定的条件下自主设计关卡。设计完成之后，我们还可以分享给其他的玩家前来游玩。哎，这个太有意思了。那这个要怎么具体的去操作呢？在最开始呢，制作组还是会提供大家一些基础的引导关卡嘛。在这些关卡当中，旅行者们需要限时到达终点，并且呢，在沿途中尽可能多的拾取路径上的冒险币。当大家开始自主设计关卡时，就需要拟造一种秘境，对秘境中的每一块区域进行添加、修改，或者是清空操作。在建设区域时，大家可以在给定的环境里自由设置终点和金币的位置。可以设置的猥琐一点吗？然后在不同的地方添加各种各样的地形机关、陷阱或是祝福，来给自己亲手打造的关卡加一点点难度，或者呢是给挑战者提供一丢丢帮助啦。此外，大家还可以在编辑界面左上角的设置里面修改关卡的完成条件和限制条件等等，从而完成整个关卡的设计。当然了，在分享自己的关卡之前，还得需要自己先通关才可以进行分享操作，不然连你自己都打不通的关卡去坑别人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对吧？问题不大，我对自己的操作还是很有信心的。我脑子里想什么他已经想到了。技术主播，在刚才看演示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想好怎么去坑别人了。比如说，如果要给素素做一个关卡的话，我就会在他的飞行的路段多加一些在空中的金币啊！你明天不要来了。因为左小先跨入公司。对呀，已经暴露在屏幕前收看节目的所有玩家面前了。我们这里可是气体向上、阳光健康的儿童节目，小龙哥这样的行为呢，受到了谴责的啊！就是啊，哎，导播同学，给我把他麦掐了。啊，这我受到了排挤。好了，那个话说回来啊，我们还是鼓励大家积极的去创作和分享关卡的。如果大家有很好的点子，记得分享个编号啊，录个视频什么的，也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你亲手制作的关卡吧。然后2.5的版本中还有一个新活动，取卓微梦，同样呢也是需要玩家动手来制作的，不过相对而言啊，这是一个更为轻松的玩法。旅行者将会在迪卢克的酒馆天使的馈赠里面充当酒保，来给熟悉的客人们提供饮品，饮品自然就需要我们亲手来制作啦。你要开始了吗？想要做出饮品就需要添加基底，再配上辅料来搭配，包括辅料在内啊，大家要选择3到5份材料添加到杯子里，根据提示进行搅拌操作，并倒出符合订单要求杯型的饮品。不过饮品的配方除了已经给出的，还有很多是需要根据提示来进行试验，全靠大家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尝试的。哎，当成功调制一次之后呢，特定类型的饮品配方就会解锁，所以还请大家多多收集配方，达成一定的条件还可以获得活动的专属名片哦。这个看主角调饮料的动作还蛮有趣的，我也想试试。那除了调饮料本身的乐趣，我们还会在酒馆里与熟悉的老朋友们再一次相见，完成酒馆议事，收集饮品配方，在天使的馈赠，不仅仅有美味的饮料和丰富的奖励，更能和角色们一起度过惬意而轻松的时光哦。好啦，轻松过后
后挑战活动也是少不了的，紧张刺激的百人一魁也将卷土重来，开放第二期的新试炼。体验过第一期的旅行者们可能也已经比较熟悉这个活动了。在百人一魁当中，我们会将角色两两编为一队，按照顺序切换队伍登场挑战，并在切换队伍与击败敌人时积累情热值，提高酣战情热的等阶，来为角色提供更强大的战斗能力。击败敌人即可获得积分，其中强敌能提供更高的分数。依据最终的积分呢，大家可以获得不同的文章。与之前一期不同的是，活动中添加了新的试用角色和秘技供大家使用，从而更加轻松地应对本次挑战啦。好，在达到更高的分数段时，文章上面还会多出一些小星星，最多呢会有三颗。如果想要获得代表最高荣誉的三颗星文章，就需要多花点功夫喽。哦，我记得这个活动当时打起来挺爽的，而且秘境里面还会有那种随着等阶提升改变环境，就很有那种挑战的氛围，我很喜欢。嗯，在 2.5 版本的末期，天赋培养素材多次产出的活动精通已勇也将再次开放，缺乏材料的同学呢，记得到时候留好原萃树枝，看看自己的角色缺点啥呀，就给他们补补材料呗。好好好，这个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有关未来版本的小情报要给大家奉上。那个从很久以前就存在于地图上的地方，那个许多玩家朋友期待已久的区域，层岩巨渊将会在之后的 2.6 版本中向旅行者们开放了。耶，这真的是等了好久好久哦，有新地图了。没错，这个名字都听好久了，一直很期待里面会是什么样的那种景色。嘿嘿，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我也给大家准备了新场景的设定图。好，先给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此处是层岩巨渊的地面矿区，其间怪石嶙峋，奇矿丛生，此地盛产独特的琉璃晶砂，乃是制作璃月瓷器的重要原料，奇特的地质条件也让本地的土壤与植物显现奇异的色彩。这里则是处于地下的矿洞，层岩巨渊的地下层矿道错综复杂，在近来的异变影响下更显诡谲。此处不仅矿产丰盛，在特殊的环境条件更是催生出了独特的荧光植物。当然，层岩巨渊也藏匿着危险，栖身于其中的遗迹巨蛇便是其中之一。外观如同巨蛇的遗迹机械，近来因不明原因而苏醒，在矿洞的阴影中悄悄运行着，为地下深处的不明恶兆开辟通往已知世界的道路。从外形和活动方式来看呢，或许是挖掘用的机械。挖掘机吗？突然中了起来。那怎么看璃月还是挺神奇的一个地方啊。感觉这个层岩巨渊的景色和我们之前所见到的璃月风景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对。嗯，像这样的地方会不会有一些非常奇特的传说和故事呢？你说对了，我们两个人好像说书人。传说当中，阎王帝君与惹陀龙王决战之地就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古战场啊留存直至今，供人凭吊。当层岩巨渊开放之后，大家就可以自行探索，去发现此处暗藏的更多秘密了。Thank you.
年的第一期节目到了这里也差不多该跟大家说再见了，毕竟春节假期还有两天时间嘛，在家里待着的朋友们呢，也多多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吧。若是一个人出门在外也别担心，我们和元神会一直陪伴着大家的。虽然你说的是很有道理，但是你这个语气是不是感觉好像已经到了下班要赶紧收班的这个状态了？哎，还没有收工吗？不是，我是说，祝大家在新的年里开心，希望这个新的一年里面开茶会，大家也可以很开心。菊花花这个完全就是摆烂之后，然后垂死烂中金坐起的样子。现在的他现在坐起了，他现在坐姿就很摆烂，整个人都是瘫在那里的。哎呀，反正。总之还是很开心啦，就是这期茶会嘛，对吧？然后2月16号呢，我们的新版本就会和大家见面啦，还请大家持续关注节目结束之后官方发布的后续内容。新的版本也同样希望大家能够收获更多的乐趣。好耶！除此之外，原神的线下活动一直秉持以防疫为最高优先级的原则，因此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宣布，原神一周年线下交响音乐会将延期到2周年举办。为此，我们特地准备了一场献给所有旅行者的新春音乐会。哇，线上的吗？原神交响音乐会特别篇《映春华章》将在本次特别节目结束后开始。哇哇，什么叫惊喜？哎，这位女士，不要太惊喜。还是在我们的原神的官方直播间，请大家持续关注哦。那么今天的特别节目到这里呢，也要结束了，和各位旅行者说再见吧，这次真的可以再见了。拜拜。后面有音乐会，一起去看音乐会啦，记得换一套上流的衣服。对，上流的衣服。很久在家，那我们一起换衣服吧。走。